嘞，开工了啊！啊，开工，今天要出来钓鱼了啊！不容易啊，没什么，没拉力。哎，一点点大的。让他跑，这一条跑掉，等一下今天就完蛋了。哎呀，又跑了又跑了。这个小的鱼是啥？这个鱼还接啊？小的鱼是啥？也跟它一样，比它再大一点，比它再大一点。这条可以了。这个大了，我这个是。来了啊！这起来了吧？哦，这条可以。哦，这大了，嗯，漂亮。哦，啊，那这么大一条钓，这一条小的给它放掉，然后，第一条不能放，等第二条钓上了再给它放。它中了吗？好不容易中一条，你给它拿上。中一条。慢慢来，压住，我手里不要再飞上来啊！我看见鱼快出水的时候，人往后面退一下。哎，慢慢来，让我来操。现在有没有？好、哎，操进了脱钩了呢。脱钩了已经。鱼啦，现在这个鱼啦很容易跑，钓牢了你们要配合一下。拉出来，中了，中鱼了，不错啊，我自己操。那你也挂出来。又脱钩了，是吧？我来帮你抄，好嘞，我来帮你抄。哇，这个地方钓的都大的了。哇塞！可以，感谢老爷子。每一次中鱼都要感谢老爷子。小心点啊、哦，这里有抓跳的啊。这是什么？钢丝也没有啊。钢丝有啊。怕他不来了，又怕他乱来了，像青春少女一样。跳完蛋了，我收拾来，收拾来啊！收拾来，收拾来，收拾来。
晓得了，往这边，往那边踩，往那边踩。超近的就脱手了。知道这个鱼来钓了吧？钓牢了还要跑了，人家钓没有没办法，吃鱼动作必须有，还有中鱼的还要控鱼，它跟漂虾不一样的，漂虾中了基本上不会跑的，马路要技术含量很高的，位置要准。嗯，哦，这，哎呀，还在，鱼在，还在，鱼嘛，鱼，是鱼，不要，别激动，慢慢来，是鱼，哇，哇，快来，别激动，是鱼，我以为又冻住了，是鱼呀，哇，哎呀，你不要松，啊。挺大的啊，稳住啊！哇，超头啊！哇哇哇哇！超头超头！哦哟好 ，OK。超了好了。五六斤，五六斤。下一下下下下下下下。真的还是假的？啊！啊！又来了，又来了啊！哎呀！哈哈哈哈哈！第一次啊，我过来。别慌，别慌，低调，低调，低调。慢慢来，慢慢。哎，低点，低点，慢慢，慢慢。能退后一点。哎，修理一下才可能，没得拖拉机的。杆子压一下。哦，哎，哦，这可以了，我想砸回去。再放一点，再放一动。别慌，别慌。慢点，慢点，来，我来给你抄好嘞。来。快来的时候，人往后面退一点。卸力有吧？卸力有吧？哦，这条可以的。呀塞！哎呀哎呀哎呀！哎呀！可以了，可以可以。当心啊，手当心啊。好。
哇，也很干嘛？刷飞刷飞嘞！那边还是蛮清楚的。出发钓鱼了，太阳升起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小沙跳，今天出发钓鱼了。今天刚好没什么货哦，出来溜达一圈。开工开工，杆子先组装一下。最近这段时间相对来说比较忙，所以出海的日子并不会很多。今天用的还是三节杆2.6米啊。中了中了啊，速攻第一条鱼，小鹿鱼了，小鹿鱼，一点点吧。2斤重，葱油鲈鱼。成群的了，1斤多的，又是，可能又是好几条，哎呀，一条不好了。又有，今天本来是来搞大鲈鱼，结
果大鲈鱼还没来，这条一定要放风。一斤以上的全部禁港啊，一斤以下的全部放回大海。又重又重又重，这条太小了。钓一条，这条，好嘞，连跑两条。回家了，回家了哦！今天水太浑嘞，一片浑水了，啊。搞了这么几条小张跳了，有的一斤以下的全部都放生了，十多条，20来条。好嘞好嘞，回家，惨败，今天严重惨败哦。到码头了啊、哦！哎，钓几条小鱼，拿回家给老爸老妈吃嘞。那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啊，我们下期见，大家拜拜。